家好，我是来自沙捞越的美玲。那我的正业呢是经营一家小酒店，二又是我的副业。当我知道三 K 海啸的时候呢，我心情是很兴奋的。我是在一个月里面的时间完成了三个 premium。那我是在名单中和朋友分享这个三 K， 然后呢他们也是因为配套呢很感兴趣，再加上这个奖励很吸引，所以他们加入了。当我听到最后一个 premium 的时候呢，我的心情是很开心的。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那个奖励，还没加入的朋友，你们想一百次，不如给自己一次的机会，欢迎你加入我们 RL 的大家庭。我都做到了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下一个肯定就是你。